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文俊辉 Jun。自拍的时候会不会开美颜呢？当然开了。生日愿望是什么？跟前年一样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。有没有一首听到流泪的歌曲？很多。平时的穿衣风格是什么样的呢？随心所欲。听说你很喜欢吃零食，最喜欢的零食是什么？酸梅。口头禅是什么呢？我真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口头禅。对。觉得自己的性格和双子座所描述的一样吗？大部分相似。刷朋友圈或微博，看到配七图或八图的，会不会觉得难受？不会，因为我也这样干。一个人无聊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？会发呆、看手机、看小说、玩游戏。觉得自己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？看情况。安利一部最近在看的电影。昆池岩。对于潮音战绩，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呢？希望把我剪辑的好一点。